耶、yeah, ，各位，今天又是好大力丢来，好大力丢来，换一个场景，换一个夏天，很够力的嘉宾，我已经准备好了。你是准备要新系列，你的毛就是我的毛，不要乱给我加系列啦。今天好大力丢来，为什么会在家里呢？因为我们需要一个很方便的环境。今天要做的实测就是脱毛。虽然我们讲脱毛在我频道出现了很久，我是想说，很多人对脱毛的概念会比较不明白。今天呢，就会来帮大家带入一下有几种脱毛方式，然后呢，我们会一一的做对比效果。对，我想跟大家分享的是，因为其实为什么今天的嘉宾会是他，因为他的毛很旺盛，还有一个更旺盛的，怎么的？小凡，然后呢，在我上一次脱毛了过后，我本来是想要让他在这个期间生长，就是从我在潜水的那个时候，我用 AirTen 嘛，但是那个毛还是长得比较慢，所以呢，我的实测对象就选了他，因为 Ulay AirTen AirTree 太有效了。啊，是真的很有效，我可以给。也是好事啦，长得慢，长得快，你用完什么？啊，对，没有错。其实今天这里面可以给大家看一下，如果情侣买了这个 Ulay 哦，不想除毛，也是一种情趣来的。好的，然后先给大家看，我们上一次除手毛是在5月21号这样子，再过了刚刚好是进入第三个礼拜，我可以给你们先看一下，我用了 Ulay AirTree， 从那个时候到现在这个期间的毛真的，我用的是这个挖耳朵的，所以它可以很看得到你的皮肤的状况，你不要真的睡着哦，我觉得它睡着了，睡着了。对对对，我先给你们看我那个时候到现在的毛，你看，身上都有毛，太潮，就是久久的一根毛，就是很幼很细。OK， 这边有毛，生长速度真的很慢，然后我的毛也就是也很少很幼，你看，主要是我皮肤状况很好，它不会很像有毛囊发炎啊之类的，我有些地方还是非常幼的，就已经被我打没有的那种。所以呢，这个实测环节我才需要真的有另外一个模特来帮我，因为我的毛真的。我跟你讲，他一定睡。那时候呢，我就是直接把这个 AirTen 带出国，然后这样子连续照用，所以得到这样子的效果。所以我觉得脱毛仪真的很方便的是，我在哪里随时随地都可以除毛，这一点我觉得真的是太无敌方便了。就算你今天紧急用，好像你今天啊有点偷懒，我今天真的是哪里都不想做，也不想脱毛，然后啊我 last minute 我还是可以有除毛的效果，真的非常方便。然后今天呢，我会尝试。是算是三种不同的除毛方式。第一个除毛方式呢，我跟蔡长勇啦，我们会在同一只手，就是这里是有脱毛的，加上用像 AirTen 的样子，然后左手呢会使用他牌家的，这个是脱毛膏。然后呢，我们的脚，我放一个右脚好了，我会放只有用刮毛刀刮毛的效果，就是这三个脱毛加上我们的左脚呢，我们就不脱毛，我们可以给大家看看那整个效果。在你没有脱毛的时候的样子，跟你在使用不同产品一个礼拜后的样子。好，我们现在先让我们的右手除毛，然后我们使用 AirTen。哇，各位，他早上有睡，哇，现在真的是睡着了，Feel 的声音，真是谢谢他。不管了，他愿意做我的 model， 我已经很感恩了。所以呢，我就让他享受一下除毛的效果。因为真正的除毛呢，必须要就是隔一天再施打。但是我们是非常耐受的肌肤，所以我们就是脱毛了我们就打，然后也是要在有水的情况下施打。跟紧，我们就真的是帮他除毛一下。Ulay 家的刮毛刀真的是我这辈子挚爱，我是轻轻刮吧，真的是很轻很轻的那种。好，这个是常勇现在脱毛后的样子，可还是有点小小的，不用紧，这些我们不要摆，我们就不要让皮肤太过伤，现在已经是完全无毛。
毛咯。 OK， 好，我们现在先进行右手的施打效果。 OK， 我自己也是需要脱毛，我们先来看一下我们使用 AirTan 的时候我的样子。 OK， 对比，比较多毛的地方可能是需要找一下啊。 OK， 这里吧，你看我其实很多幼毛，只是一点点，就是一根粗毛这样。 OK， 是真的是比较难一点点啊。好，就给你们大概看一下我现在毛发的状况。 OK， 然后我们现在进行刮毛，我真的是来很轻很轻吧，我就你讲很轻很轻。其实我以前的毛发真的是很长很浓的，就是那一次潜水的时候，就是用来 Airtan 过后，我真的是想要它长回来的。就是来我真的完全没有碰脱毛仪哦，完完全全。但是它长的速度真的太慢了，哇，真的是很厉害耶。就是你大概如果你像我一样偷懒，你每次这样子打，大概你可以休息一两个月，我觉得是没有问题的。这样子应该是差不多，我们让熟睡的蔡昌勇来去体验一下这个 Airtan， 我只觉得他应该 feel 到冰吧了吧。其实这个紫色真的是蛮漂亮的，如果大家有看我上一个影片的话，其实它的模式呢还是一样保持着那四大。第一， IPL 技术，就是跟美容院同款的技术。第二呢，它是平面头设计，只是呢现在的平面头范围更大，给你们看对比，这是 Air3， 这是 Airtan， 平面头更大就代表你打的范围更大了，更广，所以更快的可以脱毛，就是比上一代更节省一点时间。还有蓝宝石技术，看到吗？蓝宝石冰点头，更比上一代冷却的模式更长。上一代可能 maybe 你打了可能十分钟 maybe 它会回温，把现在呢它可以维持30分钟的冰的状态。第四个模式就是四周见效，上一代呢我们是打四周见效，然后呢这一次 Airtan 它打的是两周见效。两周见效是什么呢？两周见效就是这里它有个 SHR 模式。 SHR 模式就是让我们来除比较硬一点的毛，像是男生的胡子，还有我们的腋下，还有我们的 VIO 部分，就是我们讲的我们下体的 V 型，女生的比基尼线。 I 就是比较接近阴处那边的部分， O 呢是比较是我们屁屁那边的毛，都会是属于 SHR 模式。 SHR 模式呢就是两周见效，像其他你身上的毛啊，像我们的手毛啊，我们的脚毛啊，这些就是一周就可以见效咯。还有一个最大的卖点呢，就是它有双灯管的模式。双灯模式是什么？就是当你使用 SHR 模式的时候，我们试试看打在手上，这个就是双灯模式，你看到吗？打打打打，代表什么？用 SHR 模式的时候，它会更强，更快的看到效果。这个双灯模式呢，就是我们 Air3 的是没有的。我们现在就来用蔡昌勇的手毛，可以给你们看一下他的手毛。我觉得他的手毛跟我之前的手毛差不多，都可以给你们看。它不是像那种偏粗，像他的脚毛就很粗。看他脚毛是很粗的，因为他也有在用 Ula 在测试。把他手毛哦，其实哦跟我之前真的是一样的。我之前的手毛大概就是长这样，幼幼的。我们用我们人的眼睛来看，之前我的手毛大致上是这样。它其实不会很粗，其实也不太影响效果，再比它少一点。这也是为什么我把它纳入我的实测对象。现在呢我们就帮它来除毛啦。还有一个很大的点是 H 呢你是手动调档数，但是呢 Airtan 今天呢它是根据你皮肤的状况来制定你可以打多少的档，每一个部分不一样的哦。因为其实长勇会比较黑一点点，所以你看它的模式可能这个是到五档这样子。你看我其实皮肤偏白一点点啦，嘎比，然后我就到六档，然后我这边可能皮肤比较暗沉，它就到五档这样子。它会依照你皮肤这边适合打什么样的档数，就是它不会太刺激你的肌肤，因为它会根据你肌肤的亮度来做施打，所以呢叫 safe。 我们再来帮它打。其实蔡昌勇肤色是蛮不均的，你看它这边就是三档，这就是为了保护它的肌肤，你知道吗？它没 feel 了，它睡很爽。好，现在到我，因为他已经闭着眼睛了，所以不需要戴墨镜。但是我们呢，你呢，我要戴墨镜的 ，OK。叮咚，对啊，我忘记跟大家讲，其实你还可以调模式哦。这个是 fast 的模式，然后这个是 normal 的模式，这是你很想要赶快看到效果的模式，我们就 fast。习惯。
惯了。然后我们给你看 fast 哦，真的是很 fast。当你今天哦，只是没有时间的时候，你很赶。它就是单打单打，然后很快很快。真的是很快的那种，我们在右边就是已经除好毛了，就是非常的快，可是拍不出那个感觉。我现在哦，手上哦是冰的，跟你讲啊，不是开玩笑的。我看小红书哦，有人啊，因为他这边冰镇膜是真的太强啊，有些人哦把这个余温啊拿来当护肤品去吸收，因为消肿速度是很好。但是我没有这么做啦，我们今天就好好实测一下毛好不好？我们现在要进行的第二 part 呢，就是脱毛膏。现在呢，我们就要用这个脱毛膏。然后我们 apply 在我们的左手，他说要 apply 在左手静置四分钟这样。So you give me your left hand, sir.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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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is is right hand. Yeah, left hand. 现在已经左右部分。And then I massage, apply 在你的。You be careful, cause you're near the couch, Be careful, sir. I'm very afraid, Nanti your couch gonna drop, OK， 大致是这样吧。就是他说要静置，我就放在手上，然后这样放多一点点。我们就等待四分钟吧。然后这期间呢，我们就把我们的右脚都脱毛，只使用刮毛刀就好。所以我先来吧。我的脚 maybe 会更多毛一点。Before that， 我们先来看看我们的脚毛，给大家看一下，就是这样子。就是呢，我的脚毛它会比较粗一点啊，这是我正常手毛会的样子。但这个已经是很少的样子啊，对于我的脚毛。Maybe 我的脚毛生长速度比较快，我的手毛比较慢一点。那么 ，OK， so 呢，我们现在呢，就是要来 try 一下这里脚毛哦，只有用刮毛刀。这是我们还没有。有接触脱毛衣，每个小女生青春期的你们呢，一定都会接触到的，就是什么只用刮毛刀。而且呢，其实 U Light 家的刮毛刀已经是最好用了，因为在 before 我认识 U Light 的刮毛刀之前哦，还有很多刮毛刀哦是非常。非常利，然后他们的安全措施效果并没有很好的，所以哦，你很容易刮到你的毛啊，受伤啊，这些情况哦都是有的。好，检查了，我们的脚毛已经刮干净了。现在呢，我们来刮蔡常勇的。Sir, I need to 刮你的脚毛 ，so 你沾一点点水。Sir, I need 刮你的毛了啊 ，Sir。虽然讲你这个毛已经因为还又赖刮了，七七八八了 ，so 我还是要帮你刮一下哈 ，Sir。I need to 服务有料，哎呦，看得到我吗？不用紧，它比较重要。Sir, 有任何受伤，请告诉我一下 ，Sir。如果你 feel 到不舒服，请不要投诉我。Oh my god, Sir, 你的毛有点难刮。你的毛需要向上刮，所以你不舒服，你一定要告诉我哈，好不好 ？Sir, how do you feel? My service is good or not? Sir, 我要放弃你啊 ！Sir, 你的毛很难刮，是这样子啦。我们现在呢就要来脱毛喽，先沾一点点水，这是他们家附送的那种脱毛的东西哦。脱毛的效果还是有的哦，只是它看起来脏脏的 ，I don't know。哇哦，好像也是不错哦，给你们看一下，它就是要在洗澡的时候使用的，就是你要在前面静置，然后我们先这样啊。虽然讲 maybe 你们可能帮自己除毛不会有这种 feel 或感觉，但是我在帮人用的时候会觉得，哎呀，有点隔离，这样子看是蛮不错的，嗯，效果还是有，只是不知道最后呈现的是怎么样。Sir, you make me hard do work, Sir, can you hold a bit, sir? 生气了呀，对你的忍耐快要没有了啊 ，Sir。好，到我了，我们先脱好毛，我们再展示啊。我应该比较容易一点，它就是这样子，你要一直 scrub 它，还是有点肮脏。这样子看蛮干净的哦，而且我拿的是 dry skin 的，这边没有写多久要再除一次，是除一次就够了？是这样子的吗？应该是除一次就够了。I think， 这个有 surprise 到我一下哦，感觉蛮干净的。其实脱毛膏跟刮毛可不可以两个一起使用？感觉好像蛮不错的嘞。然后再
上面湿打一下。So far 有没有使用感蛮不错的，因为优赖家呢它还是没有办法马上看到效果的，我们期待我们两个礼拜后见。嗯，其实我们手上的一个礼拜就见效了，所以我们就看一下使用后的效果就好了。我们人现在在菲律宾，还是要进行除毛一下。 Sir please sit down。 各位这次不一样哦，我们也去找哦，我要精神嘛。 Sir现在直接打就好了，想看就想买啊，要买吗？看有人帮我服务机好。可是你不要看他，这也是不用戴墨镜。我们买一送十，有送一副墨镜的，为了你眼睛着想。对。看有贴心没有？完全没 feel， 还买？哎呀哎呀。没了，就只有一只手。哦，左手没有来。左手我是用脱毛膏。哦，那天真的是睡着，我不能讲了。给我剃吗？不要刚拍影片拍一半啊！我睡死在那边了，我躺在沙发给他出毛啊，剃毛。我会帮你弄上。我啦。哦，我整个睡着哎。Give me your left hand, sir. No, this is right hand. Yeah, left hand. 好，你摸。这么冰的？对啊，你就是这样子才不会有那种痛感，就真的很冰很冰啊。其实它效果是在。对对对，我这边跟你除了，我就是有不同的。OK， 它整个是失忆哦。我这边我是跟你用优赖，我这边是跟用脱毛膏。Maybe 我这是脱毛膏弄到的嘛？啊，你用脱毛膏帮我除啊？啊，难怪我这边有点痛痛啊。我就奇怪，我哪中间有点痒痒痛痛啊？到现在还会一点。这个长啊你，脱毛膏对你来讲好像比较快耶。你看这边还没有什么长，是。然后这边我是直接跟你用刮毛刀包，然后左边我是没跟你剃，所以有三种。你很残忍啊，把我实验品当成这样子。对，你的头皮太干了，太长了，你要擦白油 oil 整身。我擦呀。哈哈，我们后天再见。我讲这个伤口虽然已经愈合了，你讲什么啊？会痒会痛，好像脱皮一样。这边是脱毛膏用的，那时候隔一天就已经痛跟痒了，所以我觉得这个脱毛膏不一定是适合每个人，对不对？对啊，我其实讲真的，我都忘记了你是用脱毛膏，我还想问你，怎么那个突然剃刀剃到这样？你搞脱毛膏，也用脱毛膏，我那时候真的睡死了，啊，现在就是痛痛这样，你看。这还会痛？就是带爬了，是啊，是那种脱皮的痛哦。哇，你这边是裂开的哎。你那天弄完过就这样了，对，弄完过是先痒先，蛮久啊，但现在还没有好了，一两个礼拜了嘞。嗨，所以呢，我想到了，因为我想要一边用脱毛衣，一边敷着嘛，就是省时间啦 ，OK。只是脱毛膏呢，不一定适合每个人用，因为脱毛膏是有化学成分在的，不是每个人的肌肤都适合啦。像我就完全没有事情，完完全全，然后。它呢也不是说完全不适合，它就是一个部分特别痒。好，我们现在要干嘛？耶，各位，今天是验收成果。今天我睡醒了，各位。他不会再睡觉了，各位。好。好，我现在来看一下表面哦。用肉眼看的话呢，脱毛膏明显长回来很多一下下。我看一下，说你是这边哦。有差别了，因为我是已经是长期用优赖脱毛的人，但长回来的毛已经是很幼很小。但是蔡长勇的话，他就不是长期脱毛的人。对，我说毛没有脱了，他的肉眼就会比较明显。这个是用脱毛膏已经长出来的毛，而且这个伤口还在。嗯，你要还我一个皮肤。那我们来看优赖的，这是优赖脱毛的，哇。有在长没？其实有一点啊，但是比起脱毛膏少很多，就肉眼看比较难看到。但是完全没有，这没有嘞，这没有嘞，因为他毛发是比较旺盛一点的人。看一下你的这个脚毛，这个我是用刮哇。再看这个呢，就比较多、啊。没有，因为我用这个有用刮毛刀刮过。这个？这个完全让它自然生长。所以蔡长勇的脚呢，刮毛刀这边的很粗，很粗很粗的那种，这是完全让它自然生长的。所以你用刮毛刀刮的话呢，它其实没什么效果，就是要一直刮，不停刮，而且毛还是很粗，像原本的一样。然后我这个也是只用刮毛刀刮毛的呢，虽然我的发质没有那么粗，但是长回来的也蛮快。OK。
再拿出我们的毛孔探测，我来看一下我的肌肤状况哦。这个是用 Ulite 的，我的右手是用 Ulite 加的，几乎没有毛，白白滑滑嫩嫩，哇，才一个礼拜耶，真。我来看一下脱毛膏的结果，就是这里已经开始长毛了。嗯，它就是可能要 maybe 一个礼拜除毛一次或更多。脱毛膏在我身上是没有任何过敏反应啦，所以我觉得也还行，就是需要一支一支去弄哦。因为其实在接触 Ulite 之前，我也是用脱毛膏的，但。麻烦就是你那个脱毛膏，你在洗澡前就要脱完整身，然后那边等四分钟。你要静置四分钟，然后才可以去冲凉。我整身都是脱毛膏的那个膏。我们现在来看蔡昌永的手，那我们先看脱毛膏好了。啊！喂，不用跟我做效果。脱毛膏痛啊！不要夸张，我们讲的是真实的 ，OK？ 啊，又来买一出事。OK。哦，脱毛膏也太快了吧？因为你没有除过毛啊。So， 它长得好快哦！因为这个毛啊，看下你另外一个，这是蔡昌永的，还是有一点，可是已经不多哦，少很多了。哦，我干净哦。而且这个是我手动刮毛，所以不太准确，有些地方。所以像蔡昌永这样子的人呢，我比较建议两三天，然后就用刮毛刀刮了，再用脱毛仪。就可以达到这样的效果。在蔡昌永这种人呢，比较像是你们刚开始用，就是呢，他是在解决抑制生长速度这个环节，所以他还是会长毛，只是没有那么多。像我，假如你已经是乖宝宝了，就没有毛啊。你看 ，definitely 是没有的，很厉害。所以呢，各位呢，想要当个无毛宝宝，要像我这样子乖，因为我一路来都有在脱毛，所以呢，它在我的效果上面是很高很高的。所以呢。Ulite Air Tan Approve， 等等，它真的是越做越厉害了。而且，我这次呢，帮大家拿到了很好很好的东西。现在购买 Ulite Air Tan只需要1499哦 ，Air Tree 只需要1299。今天呢，不管你买 Air Tan。还是 AT 上一代的 AT 呢，都有机会得到买一送十哟。我们现在讲买一送十到底有送什么东西？小姐，我要生气啊，小姐。嘘。还要除毛？要除毛吗？除掉。买一送十有什么？三个小刮刀，两个芦荟胶，要跑跑的。墨镜，身体素颜霜，棉柔巾，电动按摩枕，还有送一个是我之前的买一送十从来没有送过的东西哟，就是这个幻眼小排灯。其实如果你们有知道白皇后这个东西，它其实跟白皇后的作用差不多，只是没有白皇后那么强，它就是这样啊。小排灯它也是可以照脸，但是呢没有白皇后的细腻。如果你们很想尝试白皇后的威力，今天下单就对了。这次买一送十根本就是给你从头到脚美到尾，躺着爽。然后呢，只要你是前50位下单的朋友，还送价值499令吉的导入仪，有渗透导入的就是保湿，让保湿更近你的肌肤，还有紧致肌肤的就是提拉，还有眼部护理的就是按摩你的眼睛，还有震动舒缓的就是让你的脸部可以舒缓按摩。除此之外，是不是听买一送十听到很腻了？对，我都腻了。现在还会再额外的随机抽送你中国广州往返机票2张，送你 LED 化妆镜，抽出10位，送你震动按摩梳。这个我平时有在用哦，爽！会抽出5位，送你每满100台免单1台 ，Air Tan 送你戴森吹风机，是不是送超多的？来点掌声鼓励，我要听到前面屏幕前的你在这边掌声。哇，很大声，真的是很大声，你们很爽是不是？哈哈哈哈。现在呢，各位赶快到 description 按链接购买就可以了。
只要你购买呢，又来保证48小时发货，7到12天到你家，2年的 warranty， 有任何问题马上随时联络他们的客服。可以告诉你们一个 tips， 你们呢在买的时候记得要点击那个 Shopee 的 voucher， 里面有额外的折扣。好，今天的影片就到这里啦，祝各位成为无毛人士，爽溜溜滑溜溜，我们下个影片见，拜拜。